说如此，在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，空有同时，在在处处无一非中，所谓圆中，则我法双空，自具具现，乃无相之极致，方为法立一切相之无上菩提心。这个地方呢，就讲得很具体了。说身心，身心是有，无住是空。身心时就是无住时，无住时就是身心时。实在就是《心经》上讲的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空有是同时的，空有是同处的，不但同时是同处的，同时不同处也不行，同时同处，所以在在处处无一非中。这个中讲中道，中道是什么？就是同时，就是空有同时。无疑没有一样不是的呀，样样都是啊，穿衣也是，吃饭也是啊，喝水也是啊，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无有一法不是。金刚经上讲的，大而世界，小而微尘，没有一桩这个现象不是空有同时的，你只要仔细去观察，你会见到，会发现的。发现了，这就解悟啊！你明了了，事实真相明了了。明了之后呢，你肯放下，不再打妄想。不再分别了，不再执着了，那你就入境界了，你就入进去了。无法双空，我执、法执就离开了。这个大乘般若方法是高明的。完全用高度的智慧把这些复杂的问题把它分解掉了，而不是勉强去断，勉强去舍，那个很难舍。像忍辱勉强的人，那个太困难了，那个太苦了。你了解能忍所忍俱不可得，都化掉了吧，那个就自在了嘛。能够见到一切法皆如，一切法皆空，一切法不二，哪里有什么能忍所忍呢？忍这个念头都没有了，念上却没有，哪有事呢？这双空，四句是空有，一空一有，非空非有，这叫四句。从四句再变化就变成百非也，所以四句百非。这个都是妄想，都是执着。四句俱牵呢，就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。通通没有了，乃无相之极致。这个是无相，也就是无住啊，达到了高层次。这个不是低档的无住了，这是高档的无住。这才是法立一切相之无上菩提。
菩提心。这个心一发，给诸位说，最低的位次，原叫初住菩萨，别叫初地菩萨。啊，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的境界，是住地菩萨的境界。啊，住初住，原叫初住，别叫初地。我们简单的讲呢，叫住地菩萨。啊，以后诸位要是看经、看注解，听到住地菩萨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四个字里面讲的是原教初住跟别教初地，他们的境界。啊，我们如果要做到这个呢，那也是住地菩萨境界。啊，也就达到这个位次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